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龙达罗西，他给了很多人方向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第二个我觉得 Joanna 她一直是我这个级别很有统治力的之前的一个选手。 Valentina 也很好，也非常非常优秀。然后还有牧师，然后下一个是我。我是不是太不谦虚了？